下一位陳偉業。冇啊，主席，我諗即係垂死掙扎，即係記錄在案嘅啫。即係當年呢、這個即係高鐵嘅時候，我哋都反對，同埋都當時我提出多項嘅質疑咧，係有關呢個嘅監察方面出現問題。同樣東北亦都係一樣，即係東北亦都係一樣。即係你有一個唔識測量嘅測量師嘅特首，你有一個唔識規劃嘅。即係局長，發展局局長係嘛？咁副局長咧就你嚟咗咁耐時間咧，我未同你傾過偈。即係我跟咗規劃差唔多20多年啦，啊！但係我真係唔識你嘅，啊！即係你突然間喺石頭爆出嚟咁樣，我問阿石禮謙，石禮謙都話唔識你，啊！即係我哋兩個喺呢個立法會跟規劃發展都算耐㗎啦。咁但係完全唔知你個背景。當然我知道你係某間顧問公司嘅高層人員啦，係嘛？咁但係。負責公共嘅監管係好重要嘅，我即係記錄上我係表示整個東北嘅規劃喺完全即係喺你哋領導之下咧，我係表示極大嘅憂慮，可能比高鐵咧係更加慘烈嘅。好，一定記錄在案嘅，所以都係記錄咗嘅。